今儿呢，三八妇女节啊，当然有时候不爱听妇女节，女神节，女神节啊，这个秉着世节就得过的精神啊，所以咱今儿过个女神节啊，过女神节嘛，当然你就要找那种环境啊、格调啊，然后都特别高的地方，有点情趣的、有点情调的地方，然后选餐厅也是要选那种啊，装修特别温馨、特别好，然后女孩子很喜欢的，然后味道还必须得好啊，同时还得不能少了来点好酒啊，是吧？今儿这家店呢，这个是老白私藏的一家店，已经好久了。到底是哪家呢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，咱搂搂去。麻烦您点菜，那就给我一大份这个，微辣，我不敢吃更辣的。来这个拼盘吧，给咱做吧。谢谢。跟女神出来过节就得舍得花钱，对吧？然后你心疼也不能像我这个熊样，是吧？有点贵。没事，点这个爱吃，然后可以多吃一点，有点油啊，要注意啊，知道吧？这种感觉啊。这是大锅的吗？对，微辣的。比以前那个锅小了呀。小吗？这确定是大锅吗？对，大锅。好，那中国啥怎么的？谢谢。来啊，这是咱这菊花白礼盒装啊，茶几饭吧酒要满嘛，是吧？来，不错了。你说这过节，尤其过这种女神节什么的，你跟你比如带女神过来吃饭，然后是不是带瓶酒？没有酒哪有格调，是吧？你带瓶酒，然后你说那为什么不带红酒呢？那你去点西餐厅什么吃牛排呢？那我觉得带红酒比较合适，吃这种有特色的。这种店你要带白酒，菊花白最合适啊。是不是当年这个那个味道啊？我其实我还挺期待，很幸运的我买了一块鸡肉，来吧！哎呦，这看上去就好吃啊！土豆基本上都泥了，都不用压了，这玩意一搁，基本上就已经是泥了，压扁了。切长鸡块，哎，先听各位啊。入味儿是第一要义，他们家好像只用鸡腿肉，那肉比较活泛，有一点鸡肉的嚼劲儿，然后一丢丢小辣，鸡皮都已经很糯了，很软化了，口味略重，可真的好吃。这土豆我煎是煎不上来了，拿勺夸着夸着吧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基本上土豆的状态就是这种泥状的。不用嚼没了啊，它里面除了咸辣之外有一种神秘的香料，还是挺点缀的，然后你整体嘴里边它这个味道整体比较立体，还挺算醋嘛，这个推荐啊，我吃以后就绝对推荐一下，确实就是当年那个味道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如当年辣，也有可能确实就是这两年我吃辣提高了，哇，但是依然辣不好吃。熟悉的味道啊，哎，很甜，而里边有菊花，喝着还挺舒服。这个锅和这个菊花白太搭了，被辣的刚刚挑逗起那个，拿甜一冲的，哇！而且咱菊花白啊，以前从来没讲过，有三个零，特别重要，零添加就是不添加食用酒精、食用香精，这也是所有好酒共同必须拥有的一个气质，零加浆。哎，它这菊花白酿出来多少度就是多少度，零外采基酒，好些厂现在。你看那不冒烟的那个酒厂，你说它根本就不生产，收点那个基酒啊，可以自个儿做。菊花白绝对不会。这基酒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呢？我去厂里酿过，亲手酿过那个基酒啊。尝尝第二个菜啊，专门的下饭菜，黑三剁。还有黑三剁，还有红三剁，没都要，我就要这个黑三剁，因为这还比较有代表性的。什么东西呢？咱先吃一口，给你看看啊。黑点的这是玫瑰咸菜，肉末、青红椒，锅特别碎，呱一炒入味儿。拿这干嘛呢？拌饭。红三剁跟它唯一区别就是没有玫瑰咸菜，有西红柿。红三剁是酸辣口，这个是咸辣口啊。搁这边啊，糊弄席子，啊吃吧。这边吃那边敲米，我大爷我都不看。
没有那么辣，以咸为主，很香。这个菜拌饭绝对宜人，不愧为云南第一下饭菜，好吃，推荐。来，知道干一口。糖白菊，然后这个枸杞子、丁香、茯苓、木瓜、人参，当然还有很多保密东西没写上啊，全是好玩意儿，没问题。正好这么辣的菜，顺便带点菊花白是吧？中和中和辣味儿，不挺好的吗？来，各位啊，咱们吃点小吃。这不是普通炸豆腐，著名的宝江豆腐，稍微有点这个美食储备的，你可以或者可以上网查一下，什么是宝江豆腐，聊一聊。带着辣椒面啊，我咬给您看看就知道不一样。它不同于咱北方吃的那种纯的那种北豆腐，里边比较紧实，但是咱里边有汁儿，有酸酸的汁儿。这一点是跟北方这个豆腐有很大区别的。然后一般情况下都是蘸这个辣椒面吃，它这辣椒面好像也是特制的，据说是老板娘这个逛云南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辣椒面不错，所以把这宝江豆腐也引到这儿了。这个叫生毛鸡是吧？鸡肉在外面裹着生毛草烤的，应该是这可能得打开了吃吧。有云南的小伙伴们可以给我讲一讲，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不能吃是吧？哦，有点那个小毛草的味道，应该是烤的鸡肉啊，蘸那个辣酱吃的。来一口，过程你吃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小毛草的那个香，这鸡肉是腌过，它里边汁水很难得，都快流出来了这个汁儿啊。哎呦，好像没那么脆了呀，它什么馅儿？哦，是素馅儿，粉丝比较多，粉丝胡萝卜，外皮不酥脆，这是春卷的大忌，春卷吃。它要那个声儿，你知道吧？咬嘎嘎嘣脆那个声儿。上面插的这个应该是我理解应该是香茅草的那个茎啊。哎，先尝一口。印尝这有这虾，而且有味儿，我觉得这白籽吃就行。虾饼啊，看着还不错，炸的跟小号的油饼似的。来，先尝尝原味儿的。它这毛虾味儿挺亮啊，就全是虾肉。你看里边都是瓷的虾饼，但是它是怪不得卖的那么贵呢。还是我喜欢吃炸的东西。这个拼盘不是个固定的菜，它每一样都是单点的，可以凑个拼盘，自件起点。所以这个拼盘目测得小100块钱吧。和女神来过节的时候注意啊，千万不要像我这吃相，吃相不是特别的雅，因为现在对面坐的不是女神，但是你要跟女神来的话一定得注意吃要端庄典雅一点。麻烦您买单。老板结了个账啊，一共花了255.04，拼盘还是有点贵，大家点的时候慎重吧，不要像我一样，但总体觉得200多还能凑合吧。这个锅必点，黑三剁愿意尝尝下饭的啊，说这个你爱吃哪个就点哪个就完了，说是吧？喂，过节不回来陪我，在外面干什么呢？我怎么出来找地儿来了？那你慢慢找吧。啊！别回来了。喂，喂，咋了？哎，都看到这儿了。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、关注，先给来一波呗，谢谢您了。